不给糖果就捣蛋。这是万圣节的装扮，你太胆小了。这样吧，这是能带来勇气的幸运石，可以让人变得勇敢，送给你。谢谢，我再去给大家拿些饮料吧。糟了，我们客厅的装饰物都很美丽，不会吓到提尼尼吧？对啊，要赶在提尼尼到达客厅之前把东西都藏起来。快，我们从这儿下。我有幸运石，不怕，没有鬼的。大家快点收拾，提尼尼马上要下来了。糖就捣蛋，嘿嘿。提尼尼，你不害怕了吗？不害怕，有大家给我勇气呢。那我们可以继续开派对了，耶！